李哥谁跟你的关系我都挑拨不了啊，对不对？你都是他们心目中的好大哥啊。来，兄弟们，测试一下鬼将，测试一下鬼将，来了，鬼将飞起来。来，平砍第一刀7000，触发必杀，触发必杀4300，再触发视野追击，视野追击又打2693啊！鬼将第一次出手没触发连击打3下，我没有野兽之力啊，感觉比马面厉害好多啊！带着剑堂四方套来，再来鬼将啊！来平砍，再来一刀，一刀2700，这刀是有林中鸟以后的一些啊。那个负面效果啊，就上回合猛，下回合垃圾啊。雀哥，你竟然说我李哥送给我的林中鸟垃圾，送你都不要，我有时间锁，你想的可多了。老王遇到要夺冠，没有啊，遇到要啊要拿亚军了啊。已经突破最好成绩了，妈，哎，来鬼将，来给点面子，这么多兄弟给点面子，来第一刀4400，啥玩意儿 啊？兄弟们，我跟你讲，他这个宝宝不连是不连，连起来真的厉害，一刀必杀，再来嗜血追击，再来林中鸟，再来剑荡四方。没有连环，没有连环的事，没有连环，连击的几率稍微低了一点。小头爸爸，5100啊，出必杀！哎，你们觉不觉得鬼将出必杀的几率好像比别的宝宝高啊？我带套了，再来，我就不。